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太长，我想烦请卢太长给我看一个2006年的女孩属狗，请问她身上还有没有灵性和身体情况？2006年的女孩是吧？对，属狗的是吧？对。那我告诉你，现在的头上还是有一点灵性，所以他不稳定，经常会闹，尤其呢睡觉不是太好。对对，他有自闭症。我告诉你，他现在的自闭症已经比过去好很多了，可能是你念小房子的关系。对对对，我从2年前就开始给他念，但是呢，我不好意思，不太精进，到目前我给他念了有130多章，我感觉他有很大的进步，但是没有完全好。那当然，你知道要念多少章才会好吗？这是我今天想至少1900章。1900章，好的。你好好努力吧，好你等到念到1000章的时候，你看看你女儿已经完全正常了。但是你一定要听台长的话，要念到1900章。像这种病啊，台长看得多了，哇，完全恢复都可以，你相信吗？我还是要给他做每日的功课，是吗？你现在给他心经每天念几遍？7遍，大悲咒7遍。哎，太少了，至少21遍的。好，心经。心经，大悲咒呢？7遍。哎呦，这么小气啊！大悲咒至少要念17遍。17遍。好吧。礼佛我还给他念一遍。礼佛念3遍。礼佛3遍。好吧，因为基本功课非常重要，如果没有基本功课的话，你小房子念了没有意义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没什么大问题，这孩子现在呢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灵性现在在他身上呢，来还是来，但是有时候是离开的，所以你的女儿有时候人非常清楚，好像像正常人一样的，对但是有时候呢，等这个灵性上到他的身的时候呢，他就有点没有不想了，不讲话了。自言自语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谢谢罗台长，谢谢罗台长。